这药怎么还不发作呀？莫非是假的？是真是假？你试试不就知道了。资料，出去！没我的吩咐，今天你不许进来。莫名其妙出去就出去，你以为我愿意看你吗？没事，就是娃娃，别怕啊！别看了，赶紧工作吧。恶作剧没见过呀？小洛，哎，小洛，嗯，你去把这份文件送一下。嗯，这件事儿非常重要，今天一定要送到啊。嗯，知道了。嗯。没事吧？没事，我就是吓死了。别怕，别怕。宝妮，莫南，你可以吗？我陪你去吧。哎呦，放心吧，不就是送份文件吗？很快回来的。哦，拜拜，拜拜。自己注意点啊。啊。如果大家没有别的事汇报，今天的会就到这儿了。好，那我等等，我有话要说。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？最近一段时间呢，公司的媒体曝光率直线下降，为此我准备了几个方案，想和大家探讨一下。环球世贸中心马上要举行3周年的庆典，想找一位花艺大师。不行。周总监，我还没说完呢，你怎么就知道不行了？环球世贸的庆典，去年请的都是些普通的花艺师。如果我们博总去了，岂不是自掉身价？对，也对。不过没关系，现在还有一家真人秀节目也邀请了我们。这家真人秀节目呢，主要是跟拍一些各行各业的顶尖专家，我打听过了，收视率非常好。这个不太好吧？陈秘书，这可是千载难逢的机会，人家想去还去不了呢。我知道，我知道都是好机会。可是电视台拍摄乌乌泱泱那么多人来咱们公司，多影响工作秩序啊！而且，博总是咱们公司的创作核心，万一商业机密被他们拍到了，谁来负责？对对对，这倒是啊。那这么说的话，可就只剩下一个电视访谈了。就坐在演播室里聊聊天，没有办法展示我们博总的高超花艺啊。这个好，我看这个就挺好。嗯，访谈节目格调更高，更符合我们花家线上鲜花订阅的市场定位。这个好。那博总，您看可以吗？文总难得真心为公司着想，
我当然不能扫你的兴。就这么定了吧。陈秘书，尽快跟他们联系一下。好的，不总。哦，我还有事儿，刚才被文总打断了。这是我们最新修改的配色方案，以及之前的两套老方案。您看最新的版本是否满意？李经理，喂，不如把图片留下，等博总看好了再回复你。好，你好。等等，就这款，这款。这款是我们最新的配色方案，也是我们设计部呼声最高的。谢谢你，吴总。好了，散会吧。吴总，您的咖啡。出去。我放下咖啡就出去了。我让你出去。干嘛呀？你以为我愿意看到你啊？你的病情是由心理阴影引发的，需要你自身的努力调节，保持良好乐观的心态。那我的色觉大概多久能恢复？这个不好说，心理疾病的成因复杂，治愈的方式也多种多样。有时候心结解开，一下便能恢复健康；有时候呢，则反反复复，许久都没有进展。这样吧，我给你开一些舒缓紧张情绪的药物，看看对你是否有帮助。